主料藕一个，地鸡肉300克，辅料鸡蛋2个，面粉100克，玉米面100克，葱、姜、蚝油、料酒、盐、油、生抽、椒盐、香油，地鸡肉洗净，剁成肉泥，加入适量葱姜盐蛋清香油料酒蚝油生抽。葱姜洗净切末，烹饪技巧。切好的藕再用清水泡一下，减少淀粉含量，这样炸出来的藕壳吃起来比较脆，口感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